这到底，幻能师发生什么事了？是谁害我们的？这里情况不妙，我们必须找到龙族战友，跟我来。半龙人正在苏醒，拿下他们。 我记得我正在执行命令。幻能师，来这里。 我们在禁制状态多久了？从御所的状态看来，已经很久了。我的头。 我们必须掌握目前的情况，我们坚守岗位，忠于自己的龙队。愿你晴空万里，乘风翱翔。有新的发现吗？记得先做好准备，我们要去跟大地守护者会合。奈萨里奥一定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一点我很肯定。 辛德瑞翠斯，你能破坏这个屏障吗？祖拉，正好是我需要的帮手。你找到大地守护者了吗？没找到，他不在这里。但是这里有另一只龙。 醒来吧，马里苟斯的忠诚奴仆们！把这些异类赶尽杀绝！看来这下好玩了。祖拉，你还记得禁制前的事情吗？只记得片段。 我们跟强大的对手战斗，然后获胜了，大概吧。然而，我们似乎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我们会找到答案的，但首先我们必须带手下离开这里。不论用翅膀还是利爪，我们一定会办到。 那头龙打算封死我们的出路。你有什么要报告的？半龙人会找到立足之地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。我们受的训练是为了保护，而不是对付龙，这样感觉不对。祖拉，这是拉比沙苟斯逼我们的。
他想要消灭我们。今天的战斗是为了彼此，是为了全体半龙人。说得太好了。狗子的意志，我们的训练场一片杂草丛生，我们一定静置了很久很久。要来比试一下吗？我们别说了，寇德西，敌人可能潜伏在附近，幻能师该来磨练磨练你的技能了。尊敬必须自己争取。黑那个信妖散发出阵阵魔法能量，有可能是长期放在这里控制我们，或是发送信号。敌人来了，半龙人去死吧！安博沙，感谢大地守护者，我们正好需要他。你有事要报告吗？心怀荣。安博沙，真高兴见到你，不过你的龙队呢？我醒来了，但是我的手下都没有。愿他们的名字长久流传。愿他们的名字长久流传。半龙人准备好了。什么状况？请说吧，坚定信念。半龙人准备好了，记得幻能师晴空万里，乘风翱翔。请说吧。晴空万里，乘风翱翔。真德维西安，查看暗灵龙队的寓所。金德瑞翠斯跟幻能师去找治疗之意。朋友，飞行时提防一下那些龙。哼，麦萨里奥要是看见这景象，肯定会剥了我们的皮。这样也算军服吗？治疗之意需要我们，走吧，为盟友牺牲奉献。
我们受伤了。要来比试一下吗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使命。我们进维利迪亚，维利迪亚，你在哪里？别慌，辛德瑞，放轻松。喂，我们跟在你后面。嘘，我知道，你就跟往常一样，勇敢跟鲁莽。妈妈说我的牙齿会比猛犸象还要长哦。妈妈说我的牙齿会比猛犸象还要长哦。救人是我的职责，保治疗龙兽，即便他们想制服我们。辛德瑞，有时仁慈就是力量。自己换能师，拜托你尽力救救我的同胞，还有缅怀那些不幸丧生的伙伴。尽力帮助他们，彼此手握的部下还需要再花一点时间恢复，才能跟其他人会合。至于龙兽嘛，他们的行动是出了名的慢。那个龙兽，奈萨里要告诫我们，永远不能对敌人仁慈。他们跟我们一样，只是听从命令的士兵而已，别苛责他们。
暗灵龙队受到荒野飞龙、塔拉塞克和元素的围攻，我听见他们提到了洪荒使者。族人的处境远比我们想的还危险，还有好多事要忙，我们会找出自己的命运。真暗灵龙队需要协助，立刻前往风烈火山口。要什么就直接说吧。请随意看看。很高兴能为你服务。请随意看看，很高兴能为你服务。明智的选择。爪子磨利点，注意吐息温度够不够高，看来很快就有仗要打了。我们坚守岗位，暗藏人会找到立足之地。忠于自己的龙队，愿你晴空万里，乘风翱翔。我知道我们以前也遇过像这样子的敌人，可是我只有零碎的记忆。了解敌人说不定能帮助我们想起之前发生了什么事。塔拉塞克，我们赐予你自由和力量，加入我们，一同对抗守护巨龙。元素苏醒了，为我灌注他们的力量，我就会将噬风者从牢笼中释放出来。拥抱噬风者的恩赐吧，我们联手就能让他的力量降临到这个世界上。
收到命令了，攻击！暗林冷队，全力攻击！些害虫竟然扰乱我们的仪式！他们的体内不配流淌龙血。他们不重要，别管他们。诸多元素已赐予我需要的力量。终于，风暴女士要自由了。就在寓所中发现一条对我们抱持敌意的龙，然后还得对付一支元素大军。艾祖拉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请你讲重点，之后有空再说。洪荒使者提到要释放一股巨大的风暴到世界上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。你走吧，在找到大地守护者之前，只有我能命令我这支龙队。清楚了吗？就照你说的，记得提高警觉，有龙群在上空盘旋，可能是敌人。暗林龙队，收集王者的徽记，然后准备出发。这些教徒说要释放风暴，这股威胁远比你们所想的还可怕。我们担心洪荒使者的目的是为了释放某种古老的恐怖生物。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？是大地守护者派你来的？奈萨里奥在哪里？奈萨里奥？看来你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。我是厄比西昂，这是怒西昂。这些问题之后再回答你。我们必须趁现在联手发动攻击，不然敌人就赢了。这是我们的家园，半龙人一定会守住。我们会与你们并肩作战，但是龙群别想发号施令。没问题。很好。可是别碍手碍脚，再怎么说我多少知道该如何消灭这种远古敌人。你们全都会臣服于他，臣服于每一个洪荒化身。
奈萨里奥的后代。我感觉到他的死亡回荡于大地之中，让我欣喜若狂。你想追随他的脚步吗？我想追随他原本的使命，成为他该有的模样。你对龙族原本的使命一无所知，不过你迟早会懂。滚吧，告诉他们，我们会把泰坦留下的污秽扫荡殆尽，风暴会宣告我们的归来。随时为你效劳，行空万，快撤退，帮助伤者。奈萨里奥的可悲棋子啊，你们的主人已经死了，而你们被遗弃在这里。守护者死了，那么我们会孤军奋战。我不会相信敌人，怒西洋跟厄比西洋还欠我们很多答案。艾泽拉斯正面临多重危机。幻能师，去帮那条龙。下次见。幻龙人，谢谢你。现在请去找。快说，你这条龙。洪荒化身说的是真的吗？奈萨里奥死了？你们知道的，奈萨里奥很久很久以前就消失了，整件事有点复杂。过往的使命已不复存在。是我拯救你，半龙人的确有过人之处。幻能师，把族人带离这里，我会留下来搜索幸存者，还有答案。是诺兹多姆，你们看，青铜守护巨龙来了。奈萨里奥的孩子啊，听我说，你们的时代不会在今日终结。我绝对不会臣服于另一位守护巨龙。拉萨格斯。还有守护巨龙尚未沦落悲惨的下场，不过也快了。去告诉你那位龙后，我来了。风暴铺天盖地，会把你们全部卷进去。拉萨格斯重获自由，会为这个世界带来重大危机。
就像你们重新苏醒会带来巨大的变化。必须警告艾泽拉斯各个王国才行，快出发，或许你会在路上发现自己的崭新使命。诺西昂，厄比西昂，这个世界的人认识你们，作为旅途的向导，引导半龙人吧。遵命，永恒之王。希望你早点。维利迪亚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行动，跟我一起。亲爱的朋友，抱歉，我的龙队会留在巨龙群岛。如果有缘，我们不会分开太久。辛德瑞，愿晴空万里，乘风翱翔。就走吧，沙卡瑞斯，我的龙队会跟怒西昂一起前往名为暴风城的城市，跟我们来吧。我再也不听别人的命令了。奈萨里亚违背承诺时，为巨龙尽心尽力的誓言也一起结束了。暗林龙队不复存在，从现在开始改名叫碎裂火焰军。我们要夺回应该属于我们的命运。他任由愤怒将自己推入黑暗深渊，下次相遇的时候，我们恐怕不再是朋友，而是战场上相互残杀的对手。黑爪兵团归队，我们该离开这地方了。勒比西昂，带路吧，黑曜卫队会跟着怒西昂。奈萨里奥的孩子们，你们刚苏醒过来，就要面对破碎的过去以及不确定的未来，但命运丝线在远方大地交织出一条新的道路。时间之沙会祝福你们的双翼，告诉世界你们所见证的事情，警告他们风暴即将来袭。